嗨，早上好。今天又是呢，一年一度的教师节，然后想说拍个影片跟你说声教师节快乐。然后不知道学弟今年有没有像往常一样跟我一样有买一个特别的教师节礼物送你。很谢谢你，就是在高中教了我那么多事情，不止在跳舞，还有跳舞的观念上面，还有很多做人处事的道理。然后我真的从你身上学到蛮多东西的。然后真的很感谢你，然后也谢谢你那么看重你。一周，然后希望老师你能保持身体健康，然后跳一辈子的舞，加油！